彭亨州内的金马伦高原，海拔约1500米左右。呢度山高气爽，草木苍翠，各种植物欣欣向荣，好自然地成为著名的避暑胜地。佢长期吸引住唔少嘅游客，人山人海同拥挤嘅交通状况不禁令我长期却步，导致好几年都冇意欲再去浏览啊！最近得悉金马伦增加咗唔少嘅新景点啊，决定再上去吹吹冷风。为咗避开人潮，请假在所难免。好啦，我哋就好好去感受一次宁静嘅旅途啦。大家好，又是我咸蛋哥啊！今天是星期三，而家是早上的8:14，而家我喺淡竹埋念。而家8:35，食饱咗，我哋继续上路。我哋嘅目的地系金马伦啊。而家系11:30，揸开250 km 嘅路程，我哋到咗金马伦。乜嘢咧？架车？而家我哋要乘搭专用车上去。咁呢度就唔可以直接揸车上嚟嘅，要坐佢哋嘅接驳车上嚟。佛罗拉帕系我哋喺金马伦嘅第一站。花园的成人入场票是50元一张，冇搞错的话，早前是30元嘅。好啦，买咗入场票啊，50元。呢个花园主要分为室外和室内两大部分，建议入场先到室外尽情打卡。咁即使之后不幸遇到天气因素，都仲有室内可以逛下。穿过院内的花墙之后，放眼望去，一片灿烂花海，悬空垂挂的花团，好难令人唔心花怒放的。呢度的花多到令人目不暇給啊！咩叫做花多眼亂呢？就係咁啦。室外花園有大片奪目耀眼嘅花海，正所謂有靚景加持下，姿勢擺得好，人人都讚好。哇！好多花。沿途行路吸上去会有一处观景台，如果想补充精力的话，会有一间咖啡等着你。因为现在天气有点阴暗，好像爱落水，所以我们先参观了 outdoor， 然后先主打这个 indoor。好啦，我哋到咗呢度嘅最高点啦，可以360度睇到呢度嘅环境，
可以明显看得出正有很多地方正在辟紧嘅，或者要等一个一年半载，我哋先可以见到一个完整的花园。下昼一点食晏。啱啱食饱啊！对我嚟讲咧，呢一餐咧就有啲小贵。到呢啲旅游地方嘅餐厅都系会偏贵嘅，都预咗噶啦。食物方面咧就冇咩好评噶啦，正正常常啦，冇中伏啦。而家系2:26，仲未参观完，坏消息，落水啦！唉，做咩就有？哦，完了完了，嚟到呢度唔止有花园噶，呢度仲有一个游乐场啦，好过瘾下噶。呢度都有一个鱼池啊，系啊。入场$5啊！呢个呢度有一个可以搞沙嘅地方啊！不过今日冇人，正啊！有人爱坐肥肥落嚟啊！系咁啊！呢度，诶，正话嗰度我太太坐唔到落去啊，始终都系俾细佬哥玩嘅。
正话个主题花园咧，就要再另外俾呢个入场费嘅，咁就288包埋个蟹田。而家系下昼3点，我哋都未行晒啊！呢个公园都几大下嘅，好难想象如果系假期嘅话，呢度会逼成点啊！而家系3点20分，我哋准备要离开啦。睇嚟我哋今日最多都系去多一个地方嘅啫。临走之前影一影接近门口嘅厕所，系咪好靓呢？去厕所嗰阵心情都特别靓啊！我哋又搭呢种车落翻去啦，呢个就系之前搭上嚟嘅交替车啊。我哋落去啦，再见啦。而家系4点，到咗我哋今日住嘅地方。本来谂住再去下一站玩嘅，因为落水啊，咁今日去嘅地方就可能系正华嗰度一个啫。冇啦，要上去啦。咁细嘅啲一楼啊，我系咩 box？好啦，攞咗首先。呢个走廊有个花园仔啊，环境都唔错吓。好啦，间房就系咁啦，有两个双人床，有骑楼添。呢度有两张椅系坐嘅，你企嚟嘅。最紧要夹一夹嘅厕所，厕所一定要干净企嚟嘅。可以可以。而家要6点钟，依房间度小瞓咗一下，而家就要出嚟搵嘢食啊。晚餐我哋去拉玛丹度解决啦。再入去 mark 記補充啲嘢先。而家係6点34分，已經打包咗晚餐啦。而家要翻去落腳嘅地方度食嘢，咁樣今日就完啦。再見，拜拜。